这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10月30号抵达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共20大之后首位外国领导人到访北京，也是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班子产生之后的首个主场外交活动，吸引世界的目光。事实上，继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之后，北京首都机场将陆续迎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德国总理舒尔茨以及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河内现场，凤凰卫视驻越南记者阮氏兰英带来越南国内对阮富仲访华的最新评价。北京现场，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越南问题专家潘金娥女士深入解读中越高层频密外交的重要意义。伊斯兰堡现场，凤凰卫视驻巴基斯坦记者张庭峰带来巴国内聚焦总理夏巴兹访华的议题。北京现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平女士也会一起来探讨多国政要密集访华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好，我们先来看李一帆的追踪报道。中共20大闭幕后，多位外国领导人纷纷访华，掀开新时代中国外交新篇章。您身体好吗？好。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于10月30号至11月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成为中共20大后首位访华的外国领导人。总书记同志，是我在中共20大后会见的首位外国领导人，此行也是你在越共13大后首次出国访问，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对发展中越两国两党关系的高度重视。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面临十分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严峻的风险挑战，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应立足本国实际，顺应时代潮流，成功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并指出中越两党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务实合作持续深化，交流互鉴日益密切。阮富仲也祝愿越中友好万古长青，祝同志家兄弟的越中关系世世代代成为国际关系的典范。全球危机加剧，地区挑战并存，中越党际交流为双边关系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越南媒体指出，此次访问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有助推进越中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在经贸领域，越南外长裴青山撰文称，中越两国经贸合作硕果累累，在新冠疫情给地区乃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冲击的背景下，取得这些亮眼成绩实属不易。紧随其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于10月1号开启访华之旅，这也是他4月上任总理后首次到访中国。夏巴兹强调，他对此次访问高度期待，称此访必将让两国关系及其各领域合作迈上新的台阶。Will result into further cementing our relations, further enhancing our business, our trade, our strategic relations with China.夏巴兹还表示，巴基斯坦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坚定支持者和直接受益者，中巴经济走廊不但让巴基斯坦实现了互联互通，同时也优化升级了巴基斯坦的能源结构。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中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创造更多机遇的承诺，并不断向世界发出良性互动的友好信号。中国主场大国外交也将在11月迎来高潮。接下来，中国还将迎来20大后首位非洲国家元首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哈桑，他将于10月2号至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德国总理舒尔茨也将在4号率领一支商业代表团来华，成为20大后首位访问中国的西方国家领导人。开启新篇，中越取得哪些外交成就？踏浪前行，中巴关系如何更上层楼？顺应时代，外国政要为何纷至沓来？共谋发展，共创未来。为了这一刻可以说是等待已久，因为阮富仲总书记曾经说过，在2021年1月31日他当选越共总书记之后，他必将选择中国作为首访国家。疫情中断了这一些外交行程，在等待了将近2年之后，阮富仲先生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来到了北京，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好，我们再来有请本台驻河内记者阮氏兰英，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越南国内怎么来看待这一次阮富仲总书记首次出国访问，选择中国作为首访国家。
好的，科夫。那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华可以说是获越南各界的高度关注。除了因为此访是在中共二十大结束之后，还因为这也是阮富仲在越共十三大之后首次出国访问的行程。那么，从阮富仲抵达北京到双边会谈，越南媒体都做了全程的跟踪报道，并且抓住亮点，描写细节。比如，中国按照对国家元首的最高礼遇，为阮富仲举行欢迎仪式。以及当阮富仲的车队抵达人民大会堂时，鸣放21响礼炮表示欢迎。越媒评价说，这体现中国非常重视发展与越南的双边关系。而阮富仲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越媒侧重报道会谈内容，包括经贸合作、越南欢迎中国企业来越南投资高科技领域，以及为越南农水产品输华提供便利等措施。另外包括双方分享党建和反腐经验，加强国防安全合作，解决海上分歧等等。另外，越媒还特别针对性地报道了习近平向阮富仲授予友谊勋章。越媒说，这个崇高的荣誉体现了中国党政和人民对越南党政和人民的深情厚谊，也是对越南长期致力于发展越中友谊的鼓励。其实早在10月28号，越共中央办公厅宣布阮富仲访华四天时，越南大小媒体就已经每天都做了相关的预热报道。比如说，越通社文章称，阮富仲访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体现越南的一贯主张，就是将对华关系视为外交关系政策中的头等优先事项，推动两国关系进入发展新阶段。而越南国家电视台的专题报道评价，在全球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此访具有有助增进两党的相互了解，为两国关系指明方向，提供政治保障。而越南学界则关注两国领袖对两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结和评估。我采访的越南党校的一位学者表示，阮富仲此访将向中国取经，了解和学习二十大后中国的发展方向和政策。总之，阮富仲在第三任期的首次外访，即成为中共二十大之后首位到访中国的外国领导人，这本身就已说明了中越关系发展相信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好的，谢谢阮氏兰英。刚才你提到越南媒体关注一个细节，就是天安门广场鸣响了21响礼炮，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细节。为什么？因为天安门广场已经有接近3年时间没有鸣响过礼炮了，这是首次疫情发生之来。以来啊，北京首次采用全流程的外交礼仪迎接外国的领导人，就是阮富仲总书记。好，我们再来有请在北京的潘金娥女士，对不起，如何来看待阮富仲总书记这一次访华啊，可以说是创造了多个首次，也是彰显出中国将越南的关系啊视为外交政策的头等优先，中越两党两国的这种互动啊带出什么样的意义呢？好的，科夫，是这样啊，我想呢，中越两党总书记他的互访，实际上是两党两国友好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也是一个传统的惯例。那么他对推动两党两国关系呢，两国关系尤其是就是党的关系，对于推动两国关系会发挥一个全面的引领性的作用，所以说具有一个重要的意义。那么这一次呢，就刚才说到有几个第一啊，那么这是阮富仲总书记，他是虽然说第四次访华，但是他是第三次担任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同时也是中共二十大之后召开之后，那么来访的第一个国家元首，那么给予越南的越共总书记这么一个高的待遇，所以呢，可以凸显出中越两国的关系的特殊性啊。那么这一次从那个国际国内背景来说，我觉得和以往的这种访问还是有所不同的。首先从国际背景来看呢，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是啊，我们说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然后加上俄乌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等，这个就导致了国际局势的一个复杂的演变。那么这一点呢，中越两党是有共识的啊。那么这个对于这个国际局势的挑战，那么中越两党希望能够进行沟通，所以这次在这方面我想也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了，也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其次从国内来看，中越两国可以说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么中国现在要开启了G20
建设，我们中国是现代化的新征程。那么越南也是啊，它也是有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也就是建党和建国一百年的目标。那么它的那个发展的这个阶段和中国基本上是重合的，所以我想这个对于两国两党如何治国理政来说，也是需要有很多的需要交流一些，就一些新情况进行交流。所以我觉得从国内国际局势来说，现在都是有一个新的一个具有需要我们充分交流的那么一个时点吧。好的，谢谢潘金娥女士啊。可以说中越两国两党有很多是说不完的话题，而这一次也是中共中央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首场这个外交活动。我们看到常委是悉数亮相，而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还和越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起进行了视频的会晤。好，我们再来聊一聊巴基斯坦，有请在巴基本台驻巴基斯坦记者张庭峰。那么庭峰，我们知道夏巴兹很快就要访华了，在访华前夕他组织了一场中国媒体的专访，你也参与了这次访问，那么他对你们说了什么呢？对这次访问有什么期待呢？好的，那么可以说夏巴兹总理呢，这一次他是担任巴基斯坦总理以来的首次访华。那么这次访华，他可以说是在接受我们凤凰卫视和中国媒体的采访当中，也是对这次访华表现出了这种高度的期待。那么可以说，夏巴兹这一次访华呢，我们首先从他这一次的这个高级代表团成员来看，就可以看出他是非常之重视的，其中就包括外长比拉瓦尔、财长伊沙克达尔、计划部长伊克巴尔、铁道部长拉菲克以及新闻部长奥朗泽布这些重量级内阁成员。那么从代表团的成员的构成来看，我们不难看出夏巴兹总理此访将主要聚焦以下几个议题。那么第一个就是继续推进中巴经济走廊高质量建设，并将第二阶段走廊建设沿着工业、农业和能源等领域拓展，从而进一步巩固上个月，也就是10月27日举行的中巴经济走廊联合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成果，并且他还可能就是将100亿美元规模的巴基斯坦铁路升级改造这一个大项目作为此次访华的重要的这个议题来谈。那么第二个议题，则是继续扩大两国贸易投资，切实用好中巴第二阶段的自贸协定，加大两国这个贸易出口，并且进一步提升两国的这个贸易额，缩小两国的贸易逆差。那么第三个，我认为就是巴基斯坦急切的希望学习中国的这个发展经验。那么夏巴兹在访华前夕，就像刚才你提到的，接受了凤凰卫视等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一直在强调和重申要大力学习中国的这个治国方略以及发展经验，并且在临行前一连发了多条的有关访华的推文，其中一条就明确表示，他此访不仅意味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同时也是希望近距离学习中国经济腾飞的这个奇迹，以便能够造福巴基斯坦人民。那么对于此次夏巴兹访华呢，可以说巴基斯坦的各大这个媒体也是进行了头版头条的这个报道。巴基斯坦各界对于夏巴兹此次访华以及即将出来的这个访华的成果也是充满期待。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夏巴兹首次以总理的身份访华，而各方都希望此访呢能够进一步推进两国高水平战略合作，让中巴友谊结出更丰硕的成果，可乎？好的，非常感谢庭峰，我们也非常期待。好，再来有请在北京的贺文平女士。我们知道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就不用再说了哈，是一如既往的铁杆的朋友。那么这一次夏巴兹访华是无比的重视，我想中国和巴基斯坦这种关系是双向的，我们叫双向的奔赴。夏巴兹总理也提到了非常重视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对于中国来讲，这条走廊也是具有非常不同凡响的战略意义。您如何来看？
的确如此哈。我们前面说了啊，这些访问啊，四个国家，那么其实它覆盖的这个地域也非常广啊，既有我们这个像社会主义啊，同属社会主义性质的越南，那么又有我们的巴铁啊兄弟啊，这个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里面的旗舰的项目，那么还有啊这个非洲啊，这个坦桑尼亚啊，还有西方七国集团里面的重要国家德国，其实不管是来自于哪一个啊地域，但是呢，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共同点啊，其实就是发展啊，这个发展这个词其实是涵盖了所有的这些访问啊，你不管是德国吧，还是我们说非洲的这个坦桑尼亚，还是我们的巴铁兄弟，那么都需要在这个世界啊，这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这样的一个冲击下。那么有这些啊，像食品危机啊、粮食危机啊，还有燃料危机啊，啊，特别是还有这种金融危机等等啊，这种各种危机叠加状态下呀，其实更需要牢牢地抓住啊这个发展的这个大旗啊，因为你需要啊，比如说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它需要升级啊，它需要也要进入到像数字经济啊，是不是还有更多的啊这个新能源啊这些发展啊，也让它不仅仅就是那么一个港口，就是那么一条经济这个一条走廊，它还有一些延伸出去的更多的项目，特别是啊在气候变化方面，巴基斯坦现在也痛彻的感悟到了啊，因为这一场大的洪水啊，把淹没了那么多的啊这样的巴基斯坦的国土啊，遭受了一个非常大的重创，所以它也需要啊在气候变化方面来怎么来应对啊，我们中国也有很多啊这个积累起来的这些经验，所以这些呢都是让原有的、啊、这些发展基础啊，现在像不断的更高的水平来进行拓展的这么一个啊，我觉得一个重要的访问。同时呢，因为在二十大之后啊，这些访问开启，这也说明哈，哎，他们也都非常的关注我们中国啊这个发展的道路啊，一种继往开来啊，因为现在我们二十大的报告啊已经啊定了调子了，我们现在开启的是中国式啊现代化的这个新征程。刚才也提到哈，越南共产党他们也有两个一百年，那我们中共啊也有两个一百年，我们现在朝着啊这个2050年这个建国一百年这样的一个目标在前进，所以呢治国理政的交流啊其实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啊，你包括越南共产党啊，你也包括啊这个坦桑尼亚哈萨总统来，因为坦桑尼亚都成立了有一个尼雷尔领导力学院啊，我本人也荣幸的给那个学院的啊非洲的青年干部们啊这些官员们啊讲过课啊，那么他也是在啊不断的交流互鉴这些治国理政的一些经验，怎么提高啊这种各级领导这个层的这些能力啊，你毕竟有了宏伟的蓝图你还得去干呢啊，在干中啊来推进这个发展。好的，谢谢。好，我们再有请在北京的潘金格女士啊，我们知道和越南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是当然总体是比较好，但是也是比较复杂的，而且越南可以说是东盟中和中国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的讲争议比较多的一个国家，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到的，中越两国可以管控分歧寻找最大的利益确实也做到如此了如何来看待中越之间外交产生的这种积极的作用呢？我想是就是对于中越两国来说，它和中国和别的国家的外交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就是除了两国政府之间的外交，是还有一个两党外交，所以呢就说虽然说过去几十年来中越之间会经常会波动，两国的关系有一些起起伏伏，但是由于两党的外交它发挥了一个很好的领航的作用，尤其是在关键的时刻，如果两国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通过党的这种党际交往的渠道就可以把问题呢暂时就是可以搁置一边，或者说我们要从长远的战略的角度来看眼前的问题，所以更加的好处理问题，所以不会把这个矛盾呢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即使在有时候矛盾是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吧有一定的矛盾，但是呢两党的领导人他最终呢还是把中越关系能够把它重回到正轨来，所以这就是党际关系我觉得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的一个
一个地方，那么可能是西方对于这点是不太理解的啊。那么我们中越两党，我想尤其是这一次吧，特别在这方面就是特别强调党的外交的作用对于国家的外交的引领作用。那么越南从它来说，也是从去年开始呢，越共中央它强调国家的外交要三位一体，也就是说以党的外交引领国家外交，同时它还会发挥国家的外交和人民外交的作用。但是党的外交是要把握总体的方向，而且要全面的进行指导和政治的领向的作用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可以说阮富仲的访华呢，充分发挥了越南外交的它的新的一个总体战略。那么越南还有一个新的外交的提法，它叫做越南式的阻止外交。那么这一次我觉得也是得到了很充分的体现。那么其中呢，就是阻止外交是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提出来的，所以也可以说是党的外交的这种引向。那么这一次我认为还是体现得特别充分的。好，谢谢。好好的，下一节回来我们再聊一聊相关话题，待会见。回来，刚才我们聊到啊，中越关系不仅是两国关系，还有两党外交的这个两党关系的这么一个重要作用。所以西方不会明白为什么总是拿越南来挑拨离间啊，拿越南来作为抵抗中国的工具，但最后总是好像行不通啊。好，我们再来有请在北京的侯文平女士。我们知道亲戚是要多走动的，比如说我们在非洲的兄弟们哈，已经因为疫情的阻隔，所以两边的这个外交活动已经中断多时了。但是我们看到中国二十大报告对发展中国家政策提出要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的义利观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提法，你如何理解呢？其实真实亲诚哈，就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访问非洲的时候，那次的访问他第一站就是出访的坦桑尼亚，也是在坦桑尼亚访问的时候，他做了这个讲话，里面就提出了发展中国跟非洲的关系，我们要秉承这个真实亲诚这样的理念来发展。后来这个真实亲诚也就成为指导中国跟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理念也就是要真诚你要实打实的实实在在的做出有利于双边发展的一些事情我们还要这个要叫诚恳吧所以这些真实亲诚的理念包括你刚才提到正确的这种义利观，也就是说君子我们中国古代文化里都说君子爱财取财都要有道一定是呢要把这个我们的这种相互的这种我们有这么强的这个坚实的这个友谊基础，特别是在发展中非关系的时候，中国毕竟是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非洲国家呢，它毕竟还是经济相对滞后的这样一些国家，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可能像王毅外长就讲过有时候你可能要舍利要重义把义要放在前面有的时候你还要让出一些利。不能说眼睛里全是铜钱板全是想着怎么赚钱，甚至于把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呀包括一些我们必须要遵守的当地的法律法规呀你甚至都抛在脑后这是肯定不行的。所以这是基于这样这些提出了这两条的这种明确的理念和要求。好的，谢谢贺女士。再来有请我们的潘金娥女士。我们知道中国外交不容易在全球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整个地球上空都没几架飞机，但是我们看到王毅外长的飞机是在不停的飞一周之内去过好几个南太平洋岛国，我们还记忆犹新如何来看待中国二十大之后新时代中国特色外交将给中国带来什么，给世界又带来什么呢？好的，那么我们这一次中共二十大当中呢，就是就外交这方面呢，我们也看到整个呢就是中国的外交的理念应该是比较成熟了。那么尤其是针对周边国家呢，二十大报告还提出我们要坚持亲诚惠容的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这样周边的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外交国家
周边国家的这种友好互信和利益的融合。那么越南作为中国重要的邻国，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说两国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它超越了一般的这种周边国家的关系，它具有一种就是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种意义。当然中国和东盟国家也是命运共同体，但是作为越南，它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说中越两党之间呢，它有更大的战略利益。所以我认为呢，在这一点上，那么这一次越共总书记访华呢，习总书记和越共总书记呢也提到，就是我们两党呢要坚持一个大的从战略方针，从长远看待，共同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且呢提到，就是任何国家呢都不能破坏我们这种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这种基础然后我们要团结一起建设好社会主义国家，然后为人民谋福利，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体现了中越关系的特殊性。好，谢谢我们四位的精彩解读。我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大国气派，天下情怀。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克夫，晚安。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不管远近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陌生熟悉都是客人，请不用距离，第几次来没关系，有太多话题。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充满着朝气。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在黄土地刷新成绩。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怀容纳。